今天因缘不可思议啊，慈义师姐是长岛的第一任的负责人，那我是第二任啊。那在早期进入慈济的时候，慈义师姐带领我们啊，把长岛这样子起来。我们当初长岛开始的时候，济舍加进来给我们很大的力量，那我们一代一代都一直在传承下去，包括济舵当初也是我们长岛一直很就是说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力量。那我们这现在长岛的慈善方面，我们除了医疗车现在要深入社区，同时也要一起推树，然后一起能够介绍慈济，那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有这一部医疗车。那这一些都是从记者当初医疗方面跟我们一起的带动，到现在我们真的看到非常好的成果，将要更多更深入社区的起步。那我们也祈求上人给我们祝福，让我们每一个项目在推动的都能够顺利的深入社区。只要慈济精神在人人的身与心灵，慈济精神还可以呢在人间，因为大家都很清净，大家人呢都有彼此勉励那一股力量存在，所以我也感觉到说较放心。人生无常，难免总有一天，所以这回就是给大家有一种呢未来的教义啊，我也见证到了。其实呢，只要大家有心，慈济的慧命呢是永恒。就亲像恁李师傅，遐尼远啦，师傅呢将来也唔捌去离开这块岛啊，这只椅啊。我拢伫台湾，也令慈济呢能这么的做得那么好，而且跨国还在跨国的跨国，亲像美国，有了恁伫遐愿意做，恁呢嘛可以从美国跨到其他国家去做，这个是。精神永远都在的，也就是爱安呢。在那个十月底的那一场阿卡波克的灾难的时候，我这一次有感慨，就是说无常，就是忽然间短短三个小时，从一级飓风变成五级，史上所未有的。然后阿卡波克有这么的发达的观光地方，墨西哥所谓太平洋，墨西哥沿海太平洋的明珠，可是我们去了才了解，在风光亮丽的观光胜地的边缘有这么多这么多，好像有将近超过20000户的贫穷的人，真的平常就很贫穷，结果这一次的灾难对他们讲起来真的是受苦了。结果后来我有机会跟一些住在大楼豪宅里面的一些人互动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说好可怕好可怕，然后我说有没有受损，因为我们家玻璃破了，就是所谓灾难对他们而言是惊吓，但是 是玻璃破了。结果后来我们到灾区去的时候，他那种平常已经很穷，竟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，所以自己的感慨，所以这一次见证了无常，然后另外也见证到了宗教的融合，所以在这边跟上人道感恩，就是说这一次的宗教，我们真的慈济在大家的心中真的是感受到了我们慈济的大爱，有上人的那样子的慈悲。您去墨西哥也可以带出来修女神父，他们呢也向你认真跟我们一起做慈济，虽然宗教都很明显的不一样，
可是心呢是很共同，总是呢期待各位，我们要见证做对的、好的、善的事，绝对哈、哦、对的都爱做，而且呢需要用善呐、啊、菩萨情。常常讲，咱菩萨是较有情。佛陀在人间呐、啊，要说法，其实呢，无啥物其他的法。师父咧讲的，就是拢佛法。啊，佛法要讲的是，师父代替讲。所以恁都爱去想讲，那佛法都是安尼呀。爱咱呢，方向越好，食都好，就是完全人生要转得正确，无错，无因缘可以接触瓷器。恁有做，理所当然一定要闻瓷器法。最后，唔免刻意，真自然，只要呢。不要离开瓷器，只要你花心用爱，你所做的就是佛陀所说法，佛陀讲的话，唔只是听到，是咱做到，这叫做菩萨法，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，来人间目的。就是要教菩萨法，就亲像师父叫大家人做，啊，我唔免安怎叫，总是有这个因缘。啊，你有因缘通好去无？哦，你已经去底下，你很自然了，就甲当地的人就变成了好朋友。啊，伫迄个所在，那咱有因缘去做利益人的代志。家己欢喜，好朋友认同啊，这个姻缘呐，啊，都搁再团去。期待大家师父讲的话呢，还是爱听进去。有姻缘就爱自动自发来去带动人，唔通单人甲咱带动。所以即马拢是很资深的。在这里，所以期待呢，各位菩萨要做一个带动人的人，而且呢，在慈济人大家庭，我们要做一个和和互协的人。总是呢，只要有合和、合心、和气、和爱协力，这和和互协啦。那咱自然呐、啊，人间菩萨，我们就抓来，一定要相信因缘果报。不管咱这世人还阁有偌长，因为呢，生命有限，似乎最近一直感觉，我爱建国在把握生命，所以讲话。不管安怎，我就是要讲，争取时间过头，我嘛是要讲，因为时间呐、啊，来日无常。今天我就要很好的把握。同样这样的道理，这呢，我讲较明白一句，就讲定精进，精而无杂，进而不退。咱即马呢，无虾米时间都在计较。人非我死，好、哦，我是人唔对，我对人唔对，对错只是呢一个凡夫的拉扯。我们呢应该爱对的自己呢黑白无常，要认真认清呢到底白的善念呐、啊。我还有多少力量可以做得到？这对家己爱认清，黑的啦，
无名的啦，我们要自我提醒，啊，那是黑的啦，无名啦，就是不要太在意。好的呢，咱来笃定路，要对对真对实，哈，啊，好好走。慈济人呢，给大家更多的认识啊，这叫做度众生。所以讲吼，咱无量义经佛陀都讲，你好好认识《法华经》，听闻法传法，这就是家己听，叫人听，还是呢可以安尼不断的增长人认识了这一条菩萨道，这就是咱的责任。